加入替代役训练班。不要啦，学长，部队生活有各种操练，感觉压力很大哎。那你就错了，常备役是保卫国家，替代役是服务社会。我们是替代役，没有军事训练，跟你所想象的差很多哦。嗯，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让我来告诉你，我们到底在做什么。我们的任务是训练新训役男，督导及维持秩序，同时还有协助营区长官执行业务。在服役期间，会训练你获得 EMT 1初级救护技术员和志愿服务结业证书两张双证照，让你习得救人助己的一技之长，在紧要关头的时候能够自救救人。除此之外，替代役训练班有更多的机会成为管理干部，让你累积领导的经验，同时又能获得更多的薪水哦。但是要待在营区里面，我觉得压力还是很大哎。我一天到晚都要做很多的工作，连点自由都没有。这你不用担心，替代训练班拥有许多的自主时间。勤务完成后，你可以利用时间使用健身中心与图书中心，让你能放松舒压，锻炼体能，持续进修，为步入社会做准备。而且，学弟，你家住在哪里啊？嗯，我家住台中啊。那就更棒了。成功岭的地理位置对于住在中彰投地区的役男来说，收放假很方便。即使住在较远的台北或高雄，成功岭到台中高铁站不到10分钟，只要最快1小时就可以来去自如了。而且替代役训练班的排假较为自由，你也能常常排4-5天的连假回家与家人朋友团聚哦。哇，这样子听起来好像真的很不错耶！能够服务社会，又能持续进修，为未来出社会做准备，离家又近。听起来的确值得一试呢。最后，欢迎83年以后的朋友申请加入替代役训练班，服役新选择，启动改变，创造自己的精彩故事。